老板，来三碗面。哎，咱有俩人吃不了那么多。哦，对了，差点把你给忘了。老板，来四碗。这又是我的师傅女友，可能吃八两，绝不吃半斤。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我不听。什么？你要请我吃火锅？走吧。当然，他偶尔也有食欲不振的时候。山楂、大面、芋头、大面。那。大面，这时候就得花点心思，糖葫芦、蜜蜂奶茶，还有我不信今天能抵住诱惑。好香啊！我要吃。好吃啊！怎么比你平时做的好吃那么多？他这是什么？手机？花瓶？小笨蛋，电饭煲啊！你就说我好不好吧？最重要的是，爱吃让他练就了一身绝技。比如，到底该往哪走呢？我闻到香味了，这边。再比如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身上没？怎么样？看我多厉害，一点都没撒。用你们所见，有个爱吃的女朋友也不错。毕竟能吃是福，越吃越旺。奶茶火锅大盘鸡，我来了。怎么就这么点儿？去年发年终奖还有。好多好多天呢，想提前要年终奖还不简单吗？你有办法？你确定这能管用吗？哎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听了就对了。不管了，为了年终奖拼了！韩总，请你喝杯奶茶。我不喝奶茶。现在怎么办？啊，当然是喂他啊！喂他，快点喂呀！这可是我花重金买的奶茶，你快尝尝好不好喝？没想到我刚回来你就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。现在该怎么办？占优优吗？当然是推倒他。我，你这都是什么招数啊？很好，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别怂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还不简单。老板，今天、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来要年终奖的。我懂。原来我只是个工具人。怎么会呢，老板？要不这奶茶您再喝两口，我可下了血本呢。有饿了吗？年终礼就满足了？难道你不期待我给你的年终礼？